喂喂喂，Hello，各位说话听得见吗？我来了，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搞个新游戏玩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哇，手感好差！我现在的手感非常的差，需要几盘的时间来恢复。我们这把打的是鳄鱼。算了，麻将不管他。吃到兵的经验了，他上来就要帮我抓，可以。他死了，我觉得这个鱼应该会跟我刚的。哎，他为什么这么……哇，上来第一波就防 gank 吗？这个也太刁了吧！你插眼了吗？不可能的呀！这怎么可能插眼？这个鱼有点东西啊！等一下，我得把麻将关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鱼现在抓不了，太稳了。这个人稳的一，他似乎是知道打野在，他只有一个可能是知道打野在，就是那里有眼。还有个可能呢，就是他巨稳，他不跟我打。他如果是后者的话，有点恐怖，太稳了。他是到二级都不跟我一级打，太恐怖了。不好搞他，哎，真的不好搞他。不跟你打，现在打不过他。看来我们打野应该不会来了，不过这个鳄鱼还好，它没什么进攻性。当然，他也会很稳，我是不可能抓到他。我要动他了，我现在层数有点高。好，OK，溜，拜拜。哎，你要不到，赚了就溜。虽然赚的不多，你没有那个东西，你怎么跟我打？你没有 W。哎，他咬我了。我这个人好稳啊。我 E 可以挡他 W，但很难判断他有红怒，可能他想刮我，还是被他刮到了。我靠，这个人，哎，还可以，这波跑车加 W 全躲了。哦，心里是五级，打个兵就溜，拜拜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回家。这个人太稳了，但我有 T，倒没关系，占不了我便宜，占不了便宜。来了，哎，没买起来。哟，那不把打回来，肯定要打回来的。他有没有点燃？无所谓，对吧？哎，赚了，跑，拜拜。他这波肯定是要咬我的，因为他出咬我就死了。
像都挡住了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这个战局比较激烈，等一下我先不能换，我换我就要死了。十，完美，闪现跟的完美，好 ，OK， 搞一下。舒服，他不回家，他还想要占便宜，他五级打不过，好像不行，不太好，溜了。哎，我把他 W 躲了，可以继续，溜了，拜拜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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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还好，他没招，没E，可以，回家，小赚一个头。直接出攻速，我现在要的是对线的一个滚雪球，因为我拿了他一个人头。他现在两把铁剑加一个多兰之剑，有大招的鳄鱼我刚不过，即使我杀了他一次，装备不比他差，但我觉得现在还是打不过，他伤害太高了，前期一霸。我又回来了，七七，等级比我高，算了，不跟他打不过，好打。等我把攻速叠起来，等他没有怒气的时候，可以尝试跟他换一波去。好，这波可以打，没事，你上来，你没有怒，你吃吃药，下一个跳好了，你炸了，还不了手，兄弟，还手就是，但我追不到，下一波追不到了，虽然我的 W 快好了，但不可能追得到，收住，小赚，小赚他一些血，不亏。好，塔皮不吃了，赶快回家。来他一个攻速，来他一个。哎呀，这把出人这个不太划算哎。来个这个，小压他一点，提亚马特，他现在对线打不过我，买不了，买不了鞋子，因为我的天赋自带鞋子。帮我省300块，七级。又进入了他的节奏，他不轻易的出 W 咬我，你看到没有？很聪明。那我也很聪明，我也不出 E， 所以他到现在。我们的战斗打的不是很激烈。这波我要跟他干了，因为我这波有开大，直接开，没事，他拼不过，绝对拼不过，因为我这时候，哇，这就没办法了，哎，换不掉，跑肯定是跑不掉，我 Q 跳斩太慢了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打野来了？尴尬的一。这波打野的到来，只能说没算，因为我刚才那个情况，抓住这个机会肯定要把他打残，但没想到打野在蹲我，虽然蹲到我了，
但我现在还是能够打过这个鱼，也就是说他这波蹲我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，只是小赚一波，我们并整体上来说并没有亏，我们还是能赢，因为优势大，他这个没有用，意义不大，只能说意义不大。如果我们现在是劣势被抓了，那就很伤很亏，所以不用担心，还是优势。不跟你打你有什么用呢？哎，不跟你打你有什么用呢？好，我又来了，有什么办法？猛吃三瓶药，你炸一开，那你就炸了。他现在等级比我高，这点很伤，我不给他斩怒，我不给他斩怒，他不敢靠近我。 A 兵 A 兵好像不行，我要勾引他，我队友来了，勾引他一下，看看能不能上当，看看会不会上当。我勾引，这波可以搞，很好，这个 W 一点都不慌，当他刷新的第一时间我就 HL 了，完美，还搞他一个闪，Beautiful， 螳螂在下，所以这波我不跑，杀他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如果我跑的话，我死了，或者说鳄鱼死不了，很帅这波，临危不乱，没事，死不了的，血量就差一下，而且他的周围是没有人的，不用担心，心理素质极强，这个塔皮肯定吃不了了，他没闪追不到我。哎，追不到我，他而且他还插了眼，你看到没有，他就怀疑这个草丛有人，他猜对了，但没用，细节处理满分，回家来一个，这个再来个妖光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回到现阵差不多，我刚才内心是真的不慌，因为我觉得差不多能打得过，你看得出来。这位可能还要再抓一波，有大可以杀，他没闪，好像有眼，他在勾引我吗？这个意思，打脆皮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完了，挑战好了，哎呀，复仇成功，OK， 还行，妖姬来了，我赶快把线压进去，可以强杀，可以很赚。他跟我的目标选择有差，他选择了鳄鱼，我选择了螳螂，因为他定螳螂，螳螂是秒杀，而如果他定鳄鱼的话，鳄鱼开大能扛得住，他能跑掉，甚至反打我们，所以我的第一选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可能他的判断就没有像我这么精准。因为时间太短了，我这个判断非常的难，你现在理性的想一下，是不是对吧，很准，判断的非常好，而且是短时间的一瞬间的一个正确判断，这个很难，我觉得我强就强在这个地方，可能我的操作不行，可能我的反应不行，但是我对于一件事物的判断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得出来，哎，
我有红 buff， 你怎么打？你怎么打？你怎么打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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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跑不了的，兄弟！哎，你跑不了的。我空出八成，溜了。我这个地方有红，完全不怕他。有两种情况：第一个是他上来惹我，把我打断，然后我把他打残；第二个是把他打死。我选择把他打死。舒服，这个发育很舒服。这一波是甲虫。很肥，把他们也算上。现在我们的局面来看的话，算是小优，但我这个点是大优。我这一个点是大油，没有蛤蟆，没有 buff， 很尴尬，在这里躲一波，看能不能阴一下。来了，不要出去，这个要，哇，他不推了，那我只能现行。没事，我就跟他比发育，发育到后面他一定炸，因为我是贾克斯，我贾克斯包 C， 像这种情况包 C， 眨个眼，有爆炸果实加闪现，我肯定是死不了，他螳螂还不在，继续发育就好，包我肯定包不到，我太灵活了，这能把我包死？说实话，没来没有个四个人都包不死，我还有反击风暴和大招，我来吃他一个红，这红给我，我能把他追死。OK， 继续发育，有红 buff 的回血，不用回家，1200块，我把血手打出来。他妈这把阵容还不错，所以不能大意。这里蛤蟆可以吃了，刷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摸他一下。哟，逮到！哎，有闪秒跟，你跑不掉，不死还要接个蓄力一击，再给他多100滴血，应该也能把他做掉。很好，很舒服。这个红 buff， 红蓝 buff 无解。现在他被我完全的限制在上路，而我非常的自由。像这种局，基本上对于贾克斯来讲是已经赢了，因为我想去哪就去了。我想发育就发育，发育对我来说也很好，资源对我来说也很好，所以像这种局势基本上赢了。他现在只能勉强的守我，这波上好像有点垮。我来了，没事，这个布隆是肯定跑不了，我的E好了，晕两个都得死，都得死。哎呦，换了，还行，肯定是赚。我再吃个塔，完美。我推塔又快，战斗力又强。好，塔推了，他来人了，拜拜，吃3100块，太肥了。
太肥了，直接回家，这个线往我们这边走，我先来他一个血手。再来他一个秒表，直接奔复活甲，无解。哎，他们的阵容还是不错的啊，所以这把我们不能浪，稳中求胜。现在的胜面大概在80%。80%的胜面，把他们也换上。我有 T， 不用怕，打起来！我在第一时间赶到，我的 TP 是很快的，因为我小地图瞄着。这波不着急，这个位置飞不太好，这个位置飞完美。好，他们炸裂，我这个 TP 起到是一个掩护的作用，我现在跳不过去。我知道我这波下来他们肯定是散开了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我的威慑力太大，但是我可以让我的队友很安全很舒服，然后把他们这个塔强推来，我往前上唬他们一波，我大招一开谁敢放射，大招一开往前上谁敢放射。其实我并不会打，我只是起到一个唬人的作用。 OK， 完美，顺利拿掉。上塔我来，交给我，你们可以回家补装备了。好，吃个塔，我的复活甲还差一些，这波我可以卡位上塔。我有金身的，我不虚的，没关系，晕住就好。你给我大也没用啊，我有金身，我并不虚，这个不要伤，不太好。好，那你死了，你没用啊，我这个东西挡普挡平 A， 你上来我就盯。哎，给你想好了，哎，很稳，回一口血，晕住，叮，哎，想换我不存在，正好回家换成复活甲，完美，一波搞定，太帅了。嗯，这手鳄鱼还是没能赢我。